气歹，急急急无路来，真无奈，感情怎样交代？那风台，千军万马做阵来，做一摆，将阮逼到断崖。自古风难，苦受寒又杂我当。日日机会在等待，又何奈？啥人一手安排，真无彩。花世界，足悲哀。看无阮的将来。唔通爱我，因为阮是你的人。一机会在等待，又何奈？啥人一手安排，真无彩。呀，冷机。哦，啊，哦，好啦，我就还没，你欠着哟。不要找，卖找啦，用料理机就好啊。你硬要表现你，相框袂当找嘞，找一番叫啊娘。但是连这拢做袂到，我一定有资金求的啦。喂啦，这天袂甲你求，你放屁拢胖的。会是胖的啊？真啊假啊？当然嘛是假的。子婷就是老公控啊。盛元帝，子婷把酒来啊，拢是完美无瑕。喂，弟弟，你在创啥？这开包唔是已经切好啊？你是甲吐出来创啥？阿姐，安尼做是为着腌料快速入味，安尼路边摊30分钟，差不多10分钟就当摕起钱啊。哦，原来子婷上介意食的叫麻糍哦，是安尼做呀？加学一挂啦，你妈就伤疼你，你唔捌煮过食，你灶卡内面都唔知要哪做。爹地，你卖伫给我气嫌好无？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想要利用我来点我妈对无？我跟你讲啦。你误会我妈，细汉时阵无和我入去灶卡，是我阿妈，不是我妈。唉，为了我知影啦，子婷甲外孙哦是食袂着爸爸做的爱心料理啊，我较辛苦的，我较常做的，吼、哦，安尼互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话袂当安尼讲哦，相公一定要家己煮，才有家庭温暖。子婷该食啥物，我完全拢知影。我带伊去外头的餐厅食，伊嘛食到足满意。你放心嘛，我绝对袂要着因母仔囝。是啦，盛元讲了有道理啦，子孙自有子孙福。阿叔啊，你若继续干涉伊的生活，你早晚哦变作人讲的恐龙父母，而且你是一种暴龙。领导诶，看你的面哦，就知影你是徛伫个正义公理这边诶。我讲主要是啥啊？你两个做伙加霸凌哟？我哪敢啦？啊对啊，阿叔。啊，这点番茄炖牛肉已经炖一点钟啊呢，不是讲起锅前呢10分钟是适合调味的时间吗？啊，起码会当放佐料，这可不呀？哦，我够久没干啊。不怪哦，爹爹才来做手术，画不出来啊，点吃三碗公呢。人不是有天分啊，无才有力，干那出一个嘴，试口味啦，来。除了无咸以外，口味就赞，100分。搁欠一味，欠一个应该有的香味。米店香。喂，今天订牛吧？我八成的功力啊，八成而已啊！啊，
我知影欠倒一味啊。迷迭香。阿姐，你是要学了啊？就直接讲啊！你安尼目睭在我近远看，是要创啥？我想啊，爹地应该是咧想我，哪会介这么默契啊？莫想伤多啦，我想爹地一直看着你哦，想到慈祥啊啦，是恁艰苦啦。莫听乌白讲啊，小杨跟慈祥要哪比啊？哎，对了，泰式海鲜做了安怎？哎，对啊，青木瓜熟练哦，指定就把五星不赢一家。我知已经做好啊！啊，拄只盛源哦，佫特别交代，讲即道有一个孕妈咪，所以我青木瓜这些食材哦，等我小黄瓜，要佮我洋葱取代啊，要佮我特别哦加柠檬，提升酸度，我保证你食了哦，一世成主顾。哇，诶，真就大心的咧！啊，是讲子婷，嘛是一直回应安尼吃，以后应该体重哦，真应该超标。嗯，诶。我当下是安怎？子婷打五星，伊就惊伊变大颗。哎，弟弟，你莫学讲我发条哦。我是惊伊即摆食到伤济，啊，以后伊包得愈大，伊愈个辛苦啊。老公，哪里敢会欺骗我？哎呀，我绝对无可能欺骗我的水妹。迄孕妇怀胎十月吼，是真辛苦、真伟大，所以就算是你变做一只肥滋滋的企鹅。你嘛是全世界上高级的孕妇。哎，啊恁一个菠萝，一个老公公，多斗一打啦。子婷啊，拜托你，赶紧把这个菠萝用阿妈位走卡带走，好啊，我消完半点钟的时间，当食饭啊。哎，相公啊，无路用啊，迄番姜啊，甲蒜头拢我切的呢，贵叫天叫吧。卖差你弟弟啦，走卡是迄地盘啊，下家离去哦，就要听伊驾驶。我可以去向你骚扰你，没关系啊。嗯，这比那高峰倒比较咸啊。小安，你爸住去泰国？不去算命啦。啊，我之前住伫寮国啊，寮国甲泰国饮食习惯应该差不多了。不是啦，哎，奇怪嘞。你的口味跟我的口味，那叫你行啊！而且你用事先知我后一步要做什么？直觉啊！啊，你不是讲我有天分？讲有影是天分，我来突然间感觉伊跟子祥这么像。我晓得想什么啊？罗小安干妈因为寮国做伙生活十几年，伊哪有可能是我的子祥？你好，啊，听你叫我一声姆婆吼，哦，我规心花开呢。啊，你妈妈吼有影甲你教了真好。我自细汉是伫咧本家大汉的啦，本家确实是足注重这礼数的，我唔是阮妈教的啦。啊，是讲你今仔哪会来哈？啊，子婷叫我来吃饭啊，我拄好无代志，得大明星走来吃大老嘞。哎呦，哪有啥物大明星的啦？啊，你得把这当作家己的厝诶，自由出入无问题啦。啊？啊？哦，我意思就是讲吼，有我的所在就是你的厝啦。啊，都。啊！你刚好子婷都拢表姐妹，阿妈叫我一声姆婆啊！啊，你说来说去哦，咱嘛是一家人啊，啊，所以当面哦，遐见我分你甲我啦。妈咪，咱俩一块爱食来阿袂？啊，爱食阿妈，恁做伙来哦？无啦，啊，拄啊伫咧门口拄着的啦。妈，子婷，恭喜你要做妈妈。多谢你呢！哇，内底有银汤匙，啊，佮有学步鞋。这卡片会当领小甜甜出新年份一百罐的红酒哦！哎，巧，恁内对我遮尔好，你开就摕钱的着不？这想嘛知影吼，是高质量送的啦。
无？你哪会知影？这是志龙爸爸要准备给子婷的。啊，我都吼听高社长讲过，爱较早在日本住二十几年，啊，这是日本人的传统啊。子婷，你看，你阿妈这用心的呢，为着甲大家哦，关系又较歪，做足些功课的。哪尼阿妈，你送小甜甜什么有意义的礼物啊？我。加一罐香槟哦。阿嬤，你之前送我哇个人美人心，一人一斤白粽呢。你家送小甜甜一罐香槟，干嘛差伤多？就临时临了，妹夫去传礼物，啊，才补你啦。哦，补你一口羹呢。来陪恁全家伙才讨厌的人演戏，我都已经真委屈啦。啊，就搁我开钱买礼物送你哦。哼，真看白。张子婷，你今仔就敢跟你阿妈偷礼物呢？你阿妈已经送你一件白装啊，你够嫌无够啊？不啦，我唔敢，我唔敢。妈，歹势啦，子婷个性就是安尼，天天啊，伊讲话哦，拢无经过大脑呢。张子婷有大脑？真啊假的啊？哎，今仔今仔就偷呀呢？阿妈，我真正有大脑哦。这是阮爹地妈咪生我的时阵，无甲连接大脑神经细胞啊，所以我伫咧讲话的时阵，嘴比大脑佫较紧。哦，啊，得减一条神经啦吼。无啦无啦，啊，其实吼，伊安尼食古锥啦。妈，咱要徛伫遐讲话啊，今年去坐啊，饭菜应该差不多上好啊。哦，我妈妈都要安尼。啊，你进来去。来，坐呀。妈，我呀，文妮啦，讲实在吼，你有影是一百分的辛苦啦，嘛唔知是咧安怎吼，啊家人竟然讲决定要甲你离开，啊佫走去拍格斗，迄时阵家人无多承受失去自相的悲伤，所以做代志较急咧，我当理解啦。妈，我扶你话呀，来。方文玲啊，麦当面吼，加个只有度量，只大心呐。之前我想要入来恁本家大门的时阵，是啥个在搞我动的啊？就是你呀、啊。当其时吼，你连一句阿姨都唔肯叫啦。啊，今嘛佮搞我巴结安尼哦。哼，看起来吼，我今嘛就搞我这大家做好好势，互你好好啊服待哦，吼。阿妈，先一挂茶啦，我靠冷，爱好不良身体啊。袂啦，哪会冷呢？啊，恁家哦，这建材拢遐好。讲实在吼，这方崇发实在自高享受的啦，算这建材拢算得一流的。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我直接喊方总裁的名。啊，我就在想讲吼，要安怎叫伊较好啦？啊，若叫方总裁吼，佫惊伤过青分；啊，若叫亲家吼，佫惊伤熟啦。啊，所以我就连名带姓佮伊叫，啊，袂伤过失礼啦吼。袂啦，妈，你无需要顾虑遐尼济。等新加坡市场较稳定哦，阮爸佮天佑佮宇飞就咱铁达转来，时间出来就佫较热闹啊。我就讲我体质好啊，你豆豆还强啊！我是孕妇嘛，不是产妇。哎呦，哎，你是怕大心大命，搁像你不注意。哎，就揣着一挂相簿啊，最欢喜的，一直话讲要摕给阿妈看，就装出来啊。我叫伊豆豆行，伊拢不爱听。你敢知这张相片我找足久的？我跟爱讲，拄才经历阿公房间的时阵，就不简单才找到这张相片呢。阿公把它当作是宝贝，放在保险箱内底。当然啊，遐珍贵的珠宝用钱都买会到啊。啊，不过这相片哦，拢是回忆呢，用钱买袂到的，当然要收好。这几本哦，我有印象呢，内底的相片拢是你细个时阵的相片啊。
你阿公哦，时不时提出来看。你竟然知影，看你的东西，佫提出来，足厉害呢。张子婷，是讲我警告你哦。你即马巴肚内底哦，是你阿公头一个囡仔孙呢，你佮较注意的，莫你规工你雄雄公公。有听到无？我拄是看到紧张到要死的。我想我以后哦，要伫张子婷身躯边哦贴防撞胶条啊。那是会当哦，给你收伫个保险箱内底哦，我来给你收起来。老公，你那真尔恐怖，我想到迄行李常识嘞。好啊啦，拄只你着雄雄公公撞出来，我拢还袂看到，即摆换我看。咱做伙看，我甲你相输，我的相片比你搁较侪，无可能。阿公上听话，一定是我的比你搁较侪。恁真足无聊呢，即摆会当弯哦。歹势啦，互你看笑话，因就是安尼啦，做啥人就安尼，爱搭嘴讲。马紧啦，迄囡仔就是安尼啊，安尼唔才老叻。你看这张，我还阁会记，伊讲咱爹生变身仙子。原来这是我哦，我迄当阵都生到遮尔老啊。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拢真老，拢坐咧上后壁。我甲哥拢爱听你的，你就敢爱看什么变身仙子？爱阮陪你扮什么变身仙子？这也像。这哦，表舅啊，黄冠中，我还记迄个时阵，因为伊无给阮几岁，姑婆就叫伊爱甲阮顾条条，甲阮保护，结果到最后，伊拢无法度出去，顾阮三个就够，你看。可贵比够可怜，嘿啊！上叫伊哦，都唔肯配合文松变身仙子，所以跟他一样徛伫遐发呆。啊，不过杨子祥就配合的啊！我还记得我来疗养院的时阵哦，伊阁有送我看呢。你讲子祥有去疗养院看你哦？伊迄时阵。阁有载我上爱食的牛排来看我，因为遐是你上爱食的餐厅，顾就体贴的，啥物人爱食啥物，伊拢会记。拢是我害伊的，若无伊即摆，应该是甲咱做伙伫遮有讲有笑，照顾子婷，准备做母舅公。伊一定比任何人搁较期待，嘛一定会比任何人搁较认真照顾子婷。当时我唔好，伊对我遮尔好，我煞甲伊害着。你莫安尼好无？拢已经过啊，就算讲你安尼讲讲，嘛无可能会转来啊。哎呦，还是张子祥甲你讲。唔，只会发生意外，唔是你甲摔落的啊！啊，讲到袂输，敢你还赔伊一条命同款的。而且拄只唔是有讲什么变身仙子，够动作诶，诶，是要安怎算啊？子婷，动作你感觉会记？我当然嘛会记，我之前互你糟蹋到我拢有心灵创伤，哪有可能袂记？妈咪，你敢有看过我甲哥？表演一个变身仙子，我有听子祥讲过，啊，不过伊妈表演好好看啦。陈老板好，张强好。等下啦，我跟爱强有表演要给我妈咪看。哦。啊，这一下，我哪都没印象。这跟评价是咱细汉时阵的卡通。当然啦，这就红好不？爱加上动作跟口白。哎，讲，咱最后来走。嗯。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，请在我面前展现你真正的力量。你的主人小樱命令你封印解除。好假好笑。隐藏在黑暗势力的钥匙啊！现在我呼唤你的名字，我是你的主人小樱，解除封印。
哇，这下就厉害呢，这瓷砖你管？小安，你是安怎样做给这娘主人啊？哦，是啊，除了阮哥以外，你是第二个会晓做这种动作的查甫人呢。你不是跟你阿妈在辽国生活，你哪会知影这部卡通啊？虽然我伫个辽国大汉哦，啊，不过我对这还阁有一点印象啦。啊对啊，我嘛伫台湾甲兰花阿妈生活过啊，可能是伫迄时阵看过啦。阿妈对不？哦，应该是啦。啊是讲哦，迄卡通你问我，我哪知啦？啊，这吼、哦、卡通全世界拢冇咧播，我哪知你到底是台湾看，伫个辽国看的啦？啊！不过你真足厉害呢，无看过这个卡通，所以记你这个动作。嘿啊，可能是尺度足悬的，所以我会记啊。我从唔捌表演过，看到恁做，我就拢收起来啊。卡在子祥常常表演给我看，为着要让我笑，所以今麦看到你做这個，都我想到子祥。我就是卖给我妈咪继续收，你搁讲。哎，小安，我咪叫你叫大家出来吃饭，我伫遐开讲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吃饭，菜要凉啊！啊，来，进来吃，进来吃，进来进来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吃饭。嗯，水利耶，我差一点仔袂记得讲哦，罗小安是张艳红带转来饲的呢。啊，迄个兰花甲张艳红是啥物关系啊？啊！是安怎张艳芳会把伊当作家己的孙同款咧疼？啊，甚至吼，佮连事业都拢分乎伊呢？这疼惜佮分财产是两回事啦。啊，假使讲吼，毋是张艳芳，佮有甚物秘密？这讲袂通咧。阿妈。你搁坐伫遮创啥？食饭啊！哦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。妈咪来，我卡汤给你啉。等我等阵才啉啦。我看这凉拌鸡丝最好食呢，我想要先食这個。嘿，这行菜是小安做的。哈？我计想讲是你做的呢。安怎？真意外哦。嗯。我真正计想讲是你做的呢。那吃起来就像就是你做，还是子祥做的口味啊？拄只阿静嘛讲啊，足像的。啊，不过我只是照我之前伫辽国做的口味啊，啊，只是做一寡改变尔。啊，平常时我拢是安尼煮阿妈吃，阿妈你讲对吧？啊，对啊对啊，哦，平常时哦都最好煮的啦。啊，不过吃起来真正甲子祥做的味香就同款的呢。对啊，我嘛感觉真意外嘞。跟咱泰国做的口味一模一样。啊，阿妈，这是番茄炖牛肉啦，袂当吃啦。来来来，嗯，对啦，我知啦，我要卡老你的啦。哦，哦，这吃看卖，看起来足好食。哎，我头一遍吃了这样煮的，哎，好吃呢，这个味。我来继续吃了，我真正愈来愈大头。妈，啥物头一遍吃我煮的，你已经吃几落遍了呢？对啦，哦，这吼我后生煮的吼，因为我在后生生在烟斗家，那个这个煮食，不管是吃几遍啦，只要是你煮的吼，拢像咧头一遍吃同款，遐尼感动啦。妈。你若是爱食，较食来遮呀。啊，若无你敲电话给我，我就煮好料理送过去给你。好好好，阿妈，你一个人食饭是毋是就无聊的？啊，你是安怎要住伫个疗养院？你会当搬转去甲小安住啊？嘛会当常常来阮家食饭，安尼较好咧。我着人要破病，无方便呐。啊，等我若较好个吼，啊，袂去拖累着大家孙哦，我才搬转来甲小安住啦。嘛会当搬来阮家住啊！即马阿华阿公嘛住伫个阮家呢，会当做伙聊起先阿公的代志。哦，我介也无介绍啊，那有啥物好讲的呢？
张子婷，你吃饭啊？哦。来，让大家不要提起。子婷，一定过吃了哦。我知影。今日大家当做一吃饭，是真难得的机会。我伫家先祝贺子婷有新的时阵会当顺顺利利，甲小点点二世平安生来。爹地，我知你就着急要做上缘投的少年阿公啊。阿公妈咪，你这颜值要做阿嬷，我感觉不科学不合理。以后小点点二世若是爹地出去，会当叫你阿姨。我别讲啥，啥物阿姨我不能叫呢。爹地妈咪，阿嬷。而且恁真来听说我甲子婷，我甲子婷一定专心专意，好好保护小点点二世。以前阮忙真久个囡仔，有伊以后，我相信阮个家会较兴旺，搁较闹热。算起来，小点点的出现嘛，拄好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呢。那安尼，连小点点的阿祖、甲小安阿叔，拢做伙当来照顾伊啊。伊是一个会早来幸福的囡仔。对哦，我们要做阿姐安尼，好啊，大家来敬小点点二世，一杯，来。来。啊，到底是要温馨多久啦？啊是啊，温馨到规个家要陪拢起来啊。张家良变什么子孙满堂，一家美满啊。以后吼，该常常看到因规家伙咧晒温馨，我想着是痛苦的。不好意思，回来先换啦。袂啦，华叔袂先换，今次做一只工啦。华叔，来。子婷啊，阿叔接工哦，我小点点二世哦，来不？来。多谢阿公。对。阿公，这伤要贵重啊啦。是啊。想破费啊啦！袂啦，啊，听候囡仔生来吼，我就变遮公壮嘞，哦，这足有福气的啦，收来吼。多谢阿公。袂。假使讲事先闹得嘞吼，都好啊啦，一定比啥人更加欢喜啦。啊，礼物哦，一定比我还更加大啦。啊，不过。我都无得了，冇影啦！还七仙哪个滴个吼？还绝对吼，足大出手的啦！啊，像我，吼，这个查某孙啊，我一个人一栋白庄，敢莫讲囡仔孙啊，迄绝对吼是规排老阿厝的，哪有可能敢是戴金牌啦？啊，阿妈爱讲生笑啦，无白意思。当然啦，当然讲生笑阿无嘞。我是讲吼，这七仙的代志，我有听讲啦，啊新闻嘛拢有报啊，啊，即摆是结案啦呗。听讲爸身上拢有扎一个录音笔，真有可能甲迄时发生状况拢录落来，要么真可惜，无找到一支录音笔。爹地啊！敢真正予彭启明不要囝救着啊？那真正是安尼，就死无对证啊！哎，华叔，这位是我妈，我之前甲你讲过，伊伫了过生活真久的时间。我知影啦，啊，伊较早了，差足济个啊，就算我有路拄着哦，我嘛认袂出来。对啦，真久无看个啊。啊，是讲，你那买金牌买遐久啊？无啦，我伫出去的时阵哦，我先去市县，较早挑下卡啦，还有干部遐哦，甲伊问啦，公平个吼，要出来选啦，看伊看法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伊对市民哦，看法无介好啦，所以才问讲哦，啊，你要出来选吧，阿坤啦，叫恁爸位啦。阿叔，我对政治无啥物兴趣。国再讲，我当个将国营军团，我想无时间参加竞选。这我嘛知影。啊，因讲哦，国营集团含人为签约啊，啊利用这个技术做足侪产品出来，
啊，有遐农民趁钱啊，所以才认为讲哦，就是这个所在吼，可能嘛替因做一寡代志啊。是啊，即咱靠阮阿嬷作为先知，阿新华阿公处理一寡哦，对大家有好处的计划，然后再去接之前阿公的位啊。所以咱光荣集团跟农委合作哦，都是咧替阿姐铺路啊。对啦，啊，旗县遐个势力甲资源吼，啊，除了这两以外，是阁有谁会当接手啦？就齐明甲李红因爸仔囝，动作足济啦。啊，毋过遐条仔脚吼，甲遐干部吼，拢无要甲斗相共啦。就算是安尼，嘛无需要嘉良即摆出来算啦。伊进前记录无啥好，会互我提出来讲。这个问题我嘛知影啦。好啦，无政治，咱先莫讲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咱先做别项代志，先暖下身嘞吼。啊，一步啊，一步啊来。华叔，你是有啥物计划啊？啊，着规日三啊，迄商业总会会长要改选着无？啊，你对这商业吼足内行个啊，我想讲，啊，你要出来选无？做一下会长，先刷吼，这商业总会内底这票吼，够掉嘞。你准备做什么就去做啊，我支持你。阿妈，你之前就讲爱甲商业总会聊好条，就甲华叔讲的同款呢。嗯，对啦。啊，你若要选吼，我嘛支持你啦。啊，你嘛拄啊好会当用这个机会，甲公营集团哦做大做愈较好啊。啊是假讲吼，你会较忝尔啦。八卦星的代志，其实大家拢知影，甲彭启明绝对有关系。我只是找无证据，就算讲我找无真相，也毋过我嘛无法度目睭金金看彭启明甲爸害死以后，佫利用爸的资源，拖垫伊的势力。我想要找机会替爸报仇，绝对袂当让彭启明逍遥法外。安尼讲，你答应啊啦吼？安尼就好，我吼一定想要甲你斗三工啦！啊，你既然答应吼，我绝对挺你个底。嘉良，你即马终身有职，会当竞争目标啊？安尼才是我实在的爹地。我甲小黑哦，买真全力支持你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啊，我饭哦，紧食食，我等你出去哦，开下条啊卡，啊，搁遐干部讲这个好消息。阿叔，豆豆阿姐，这道哦，拢是我家阿姐足过来来煮的呢。豆豆阿姐，吼。哦，是啊，嘛无出一两点钟啊。来，我先开一碗汤回你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占彭奇先的势力，就等于爱彭奇明死啦。啊嘛等于吼，好又去失去地名啦。皮家哦，这个当有一个人做头。那个人绝对不是彭启明，伊的子孙嘛，袂是你啦。你干那是阮尤其嫁用的。玉婆，这道菜较袂油啦，你嘛加食寡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你已经知影张亚峰是恁妈妈。我才打要念你尔。迄天就算我伫家，你不方便讲。要唔过私底下，你嘛应该找一个机会甲我讲一声，啊，我艰苦加几日工。冤枉哦！迄个时阵，我嘛拄知影这件代志，而且我有甲你妈讲哦，叫伊赶紧甲你收哩。嘿，哪会知影？伊哦，歹亲情警告我，叫我不准甲你讲。佮讲啥物？惊会甲你啊牵拖入去，讲明我讲无好，我甲你照顾，害你互人欺负。啊，结果咧，啊，家己走去甲你收哩。这个查某吼，啊，讲话咧反起反倒，真正袂用相信的啊。其实嘛袂用怪骂。今仔日我有拿你书店的位置，我才出的，而且佫有郭小军一群人，洗面洗到金细细。妈唔敢我，我佫掠准讲哦，伊是无听我，唔才佮伊洗性地。阿妈不得已，唔才佮我讲出代志的真相。不得已。安尼伊进前的话哦，就莫讲啊遐尼歹听，讲到袂舒服，我是放上头同款的。好啊啦，
妈真无简单才活回来呢。唉，这段时间哦，伊为着要复健，伊一定是吃足侪苦的，想着总不甘。说来阿婆死了，我敢想要好好医好伊，我是要搁听到有任何人讲伊歹听话啊。尤其，你讲你妈妈真无简单，搁活回来啊，爸爸嘛是呢。啊，你即马唔甘呢？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一阵仔你无依无靠啊，搁还过气消去挽回高治疗，这拢是恁老母造成的。啊，爸爸即马变到这个地步，敢讲甲伊拢无关系？讲到底吼，咱爸仔囝拢是互伊拖累着啦。爸，即马刚是变古小的时阵啦，啊，为着遐个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是讲。你之前的答应嘛，要替伊为安康，是不是表示讲恁两已经达成协议啊？确实是安尼啦，啊，即马这个情势，我甲伊无合作嘛袂用的。所以讲啊，即马这个状况已经是上万用的啊，妈将还有贷款，这个情形对你来讲是好，唔是好？即马。只要有你，还佫有我，还佫有妈，咱三个人做伙联手，任何人拢唔免想要佫甲咱阿二弟啊。你讲的是对的啦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我甲恁妈的命拢是由晋川救转来的。诶、欸，即马甲伊的关系哦，是合作的关系。啊，不过伊这个人哦，讲话都弯弯曲曲，心机真重。佫真敖唱播，咱对伊哦，爱小心提防。这我知影啦，也毋过你还佫需要伊的斗相，所以咱也是暂时看。是讲，爸，你毋要烦恼啦，我伫伊的身躯，你有安排一个人。你有安排人？谁啊？Kenji。啊？你哪会找伊来斗相共啊？啊！伊是害死恁老母的凶手呢！伊害妈的代志，这我知影啦。我一世人拢袂甲伊放袂记。安尼就对啊。因恁妈妈的个性哦，伊是有仇报仇啦。伊敢会放伊煞？无甲伊拆只落疤，就算袂歹啊啦。妈袂放伊煞，我当然嘛是袂放伊煞。也毋过。咱总是要安排一条眼线，停留晋川的身躯边，较唔免伊想要有任何动作的时阵，咱袂赴应付啊。而且肯志，伊还阁需要我来斗相共，阮两个有互相利用的价值，那恁伊就乖乖听话，受我的牵制，伫内底配合咱。不过伊这个人哦，是死鬼我大兵的上头主啊，若是到时。为颠倒加一嘴，安尼毋是白了工啊！即马有妈，还佫有爸，恁伫我身躯边，伫了庇护我。假使讲伊若真正敢教我，那安尼我绝对袂让伊死得比之前更加凄惨。安尼好啦，安尼哦，老一个人伫遐哦，有好无歹。啊，这个人要怎么安排，咱才妥妥想。你慢看来。王启明，这死老狗到底是在创啥啦？电话连微波都不接。啊，我是足无简单，才把罗小姐的点滴滴拍照，要给通风报信呢。啊，真正气死，莫跟我讲伊早去睏啊！喂，无你电话是咧举心酸的你呐，我拢唔接的。妈，嘿，又去啊？哪里接电话啦？啊，恁爸咧？我伫遮，创啥？啊，这阿妈打电话来，是要甲我讲晚安的。我倒是安怎搞的？你水面咧，我甲你讲晚安，我无酒，差咪早死哦，伊就偷笑啊啦。你妈一开嘴就无好话。妈，
恁两个真是一搭呢。特别若见面就歹面相看，啊，即马连讲一下电话，阮也遮尔歹下手。恁叫我这个查某囝是要安怎哈？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妈，啊，你打电话来给爸，有啥物代志啊？我特别甲恁讲啦，我即马伫咧张家养家食饭，啊，拄啊听咧陈中华讲吼，讲啊，伊要用伊势力啦，来挺张家良选上业总会会长啦。啥？陈中华要挺张家良去选上业总会会长？对啊，啊，我打电话就是要甲恁讲，见咱较细腻的，结果咧，一接电话就甲我敲死。我看吼，咱以后各人行各人较清醒啦。哦，恁两个啊，即马刚是结气的时阵啊。妈，啊，你讲迄上总会长，啊，毋是啥物正式的官位啊，敢有法度影响到爸啥物啊？哦，我讲你这查囡仔到底是拢在想啥哈？你头壳是气哦，高级人物甲规个拢戆去啊，诺啦。你敢知影商业总会是代表民间企业的势力呢？啊，若真正去予张家良坐迄个位吼，我甲你讲，恁爸爸若无半心不遂嘛，摆脚啦，莫讲要阁坐局长迄个位，伊连要选里长都吃力啦。以前商业总会迄边林妹啊，拢落伫个阮大兄的手头，阮大兄死遮久啊，我到今。还袂去遐惊打半暖呢。吼，我著讲你是上古哟啦！啊，脚手也万吨，搁予陈中华有时间通去收编遮个势力。我甲你讲，伊即马还要搁竞张家良出来选呢。啊，若真正去予伊选掉议员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哦要哭得无目屎啊啦！无怪哦，我一直听人讲，阮大兄迄边的人对我真无满意。可惜，当初应该连这个陈中华嘛做伙甲解决掉才对。讲较敖啦，我甲你讲，迄若换做是我吼，彭奇先一死，我绝对就甲伊死你拢落掉呀啦。即马讲遮拢无效啊啦，张家良这个人呐阴天，而且佫敖捡去，假使讲若真正予伊掌权。那安尼一定会无教咱天地颠倒摆。妈，你今有啥物想法无？我有啥物想法，有啥物路用啦？重点要看恁爸。哦，伊脚手得较紧，爱赶紧想办法阻挡陈中华，莫甲平家的势力吼，拢丢去予张家良。好啦好啦啦，有啥物代志吼，见面再去讲啦。我袂当伫咧洗手间伤久的，等下互因怀疑。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。这拢爱怪我啦，啊，真正哦，代志伤过多啦，拢无注意到这个陈中华啊，伫遐咧变鬼变怪。咱即卖哦，莫搁去纠结过去的代志啊啦。上界重要的是，既然知影张家良要选上总会长，咱得想办法阻挡下。一片一片算，哼，那是咱皮界地盘，无论安怎。拢袂用予这一种啊，滚啊胖去啊！所以啊，妈一知影消息了，就先打电话来甲你讲啊咧。妈伫迄边一定会想办法牵制张家良，啊，若咱这边选举得要赶紧振动起来，爱想办法选掉咧啊。讲是安尼讲啦，问题是阮大兄迄边的势力，拢是予陈中华控制掉的。我即马官司一大堆，也辛苦啊，无啥钱，是要摕啥物甲人算？可是啦，选举哦是做小钱的，也毋过你袂记诶，阮妈即摆是啥物身份啊？你爱我去救伊，我才袂瘾呢。我甲伊哦是门市帮啊，搭袂下啦。伊哦讲话歹听，搁遐尼欠，嘿，我才无爱哦，家己找歹看。是啦，若是伊真正家己出来选哦，阮妈绝对放外外，而且三不五时哦，就甲你插一个，甲你顶一个。
要不过若是有我出面甲你斗三工就算，你感觉阮妈敢会帮恁管啊？尤其，你是讲你，你要做我的选举总干事？我的地位若是被撸管，阮妈出去的意愿就会撸管，这点你应该真清楚啦。虽然即马公营集团总裁是张家良，也毋过阮妈会用利用伊是张业宏的身份，搬钱出来甲你斗三工啊。公营的底有偌高，大家拢知影。说落来，有妈替你咧做暗号，还佫有我做白手套，伫咧替你运作。我相信。这选举你一定当无往不利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我绝对袂让张家良利用咱皮界势力出头天，安怎润嘛润袂着伊。所以讲爸，咱若要赢，就爱团结，有你、我，还佮有妈。咱三个联手起来，张家良想要赢，咱老四人就去大大小心。陈中华，伊是伫外口徛偌久啊？敢有听到我拄仔讲的话？哎，柏林啊！其实吼，我也是要感谢你，无计较过往啦，啊，搁会用甲我吼共桌食饭啦。虽然你无计较，啊，不过我伫遮吼，要慎重甲你回家洗礼。较早虽然是一款态度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完全是为了齐先正大地位啦，我真正不得已啦。看这个办事，伊应该是啥物都拢无听到。正大的地位哦，哦，你较早拢认为讲是我咧侮辱齐仙，啊，即摆安怎？看我身份地位无同啊，就要来摸大腿啊哟！妈，华叔毋是这个意思啦，华叔其实人哦，拢对着爸先比做代志，所以不管啥物代志，伊头一个考虑的就是爸的政治前途。讲啊，我较早吼，确实对夫人也无礼貌啦。啊，夫人的怪话，我嘛不会讲。上好就趁这个机会，和方文琳甲陈中华赶出去。你有听着吼？伊甲你妈咧讲，唔是我咧怪伊吼。哎，对啦，夫人讲了对啦，我不会讲。啊，我看你哦。是因为即摆看我背后一个公营集团啊，啊，着规个态度拢改变啊吼。妈，华叔毋是即款人啦，我想伊迄个时阵哦，一直想伊个考奖。伊有啥物考奖？啊，着是只个家人个过门教尔。妈，哎，我甲你讲啦，先莫讲较早是安怎对待我个啦。伊较早哦，着当作家良是一个杂种啊。后来是齐宪无啊。啊！伊就吼大房大孝啊，想讲哎，哦，啊，佮有家良这个囡仔哦，真正是捡到宝呢，所以今晚才咧泼泼塌塌。绝对唔是啦！较早吼，我对夫人甲阿坤是无公平啦。啊，唔过，这是为着齐仙啦，伊个正段是清廉，甲洁身自爱里啊徛起来。假使讲闹一点污染吼，伊这世人都乌有去啊。哦。啊，既然你感觉阮家良是一个污点，啊，是安怎阁声声句句讲要互去接齐仙的势力啊？哼，我看吼，你根本就是倒位有好处的，挖过倒位乡民得贵啦。啊，毕竟你伫个齐民遐得无好处啊。妈，你嘛无说安尼讲，迄个时阵，即嘛是即嘛，华叔这就事论事，我相信伊对家良是真忠心的。
对，安尼，迄当初阮母仔囝所受的委屈，阮着船过水无痕，家己吞。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敢有讲唔对？文玲啊，你唔好安尼啦，人咧吼手骨屈来无屈我，安哪有人像你安尼？啊，你要安尼，我敢会放心把家人交代乎你？妈，我真正无这個意思。我知影，咱大家都想着家人好。文玲，你莫搁替我讲话啦。文玲啊，我知影啦，你安尼免原谅我，我嘛通体谅啦。啊，毋过即摆上重要的吼，就是阿坤吼，家己势力找倒转来啦。我希望咱吼，会用放弃较早温温婉婉啦，啊，咱即摆好好合作，互阿坤吼伫商界正大。巧彩，啊有齐先哦，伫在天之灵，蛮安慰着。刷落来吼，不管你安怎处置我，凊彩哩。妈，看我，我先帮你改写了哈。看起来吼，想要甲陈中华甲张家良因老散。是有较困难呐，啊，不过不要紧，这个张家良哦，佮较安怎嘛，叫我一声妈，我有的是时间来想办法处理。想袂到阿兰妈，竟是我亲生阿妈。原来我就是一个受笨手的孙啊！自我记忆以来，我就认为我是天官仔，讲话拢比别人搁较大声。想知这一切的荣华富贵，拢是小鱼的。我只是一个散食仔。林爸的伤哦，好了差不多啊。你若是要回欢喜哦，做代志要搁出找啊。妹，彭丽哦，啊你公公徛伫门口口是创啥？哪有啦，我就想讲吼，这大门我目睭啊啦，啊咱是毋应该换一个电子锁咧较安全啊？咱老较有警卫，啊处理拢需要核对身份，哪有需要换什么电子锁啊？啊这，卖了这双重保障嘛，啊你若感觉无需要，你毋免啊啦。哦，哎你好啊。阿小鱼甲伊阿妈应该无代志啊吼，无代志啊啦，妈，我都讲我会处理好啊，无代志就好啦。妈，你是安怎遐尼要紧遐养小鱼啊？哦，伊明明就够难玩的，你起码说连伊遐失智阿妈拢做伙照顾，无怪遐养小鱼遐尼摇摆，拢是有恁咧甲伊斗三工啦。安琪，我讲过几落届啊呢，就是讲袂听。是啊，你安尼看人哦，看悬无看低，安尼唔好啦。哎，彭丽红啊，你好啊啦，莫伫咧遮呢吵吵闹闹啊啦，足歹看诶。安琪，我阁甲你讲一摆哦，以后你袂晓讲小鱼诶歹话啊，知无？爸，我着用这杯茶代替酒。多谢你邀请我做你的选举总干事。爸，你是对啊，唔对的？你竟然有织田雪做你选举的总干事？什么织田雪？是彭文雪。恁大姊哦，早就离咱户口啊。做人小弟，哪会用连名带姓叫？足无礼貌的。就算是安尼，阮嘛无要承认啦，嘛唔想看卖，因母仔正常，予咱当偌济困扰啊。嗯，啊，若要讲着困扰哦，敢有比你迄个未婚夫搁较厉害啊？倒手甲你揽条条啦，正手哦，搁含害爸，害伊损失六十几亿。啊，若双脚哦，阮也无用嘞。哦，啊去甲咱爸说伊安尼，搭低调调。你给我点起哦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安琪啊，
捌大概哦，讲到尼克，你就失去理智。干哪讲，伊嘛是恁大姐。非得我无要承认呐！哎，人爸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阁唔肯承认我这个大姐，你也这样不好哈、啊？啊对啊，阁有你啦，对，就是你。听讲你之前和迄个有分母体的杨小鱼，袂甲死死分去哦。嗯，啊，伊敢毋是害你甲爸吃官司的迄个白骨查某啊？你看啦，亲像恁两个安尼啦，起来的着会甲咱平甲抢后脚的啦，是免哪有可能帮恁两个去甲爸做算啦？到时阵哦，无得卡凊彩有人甲恁小可塞人一个，你着洗翻头，去甲爸出袂去啊！织田雪啊，你莫伫遐乌白讲话颠倒是非哦！尼克只是照顶世的交代去做，根本就无要害爸意思。顶头是你啦，真假老公拢分袂清楚，够可怜的，阁不过家己精神错乱，甲两个翁仔惊到走去。你拄则讲啥？你要阁讲一遍无？讲就讲啊，安怎？敢做阁惊人讲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莫阁讲啊！恁大条清楚，我已经决定，予恁大姐。做我的选举总干事，大家莫阁有意见啊！那呢，我的意见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拢是我甲金花伫咧做正副总干事。啊，你即马讲话着我，啊，你是甲我还阁金花更连带？吴咪，即个状况无同款，你着先委屈一下。啊，金花一边哦，我会找时间。去甲解释清楚哦。哦，你等我面头前都无法度甲话讲好清楚啊！你是要哪向金花交代？富明阿姨，爸会选我，迄是因为有伊的考虑啦。爱怎样呢？这边的选举甲过去无同款，毋是讲你过去安尼，规工装水水徛伫爸的身躯边替你徛台。也是参像金花阿姨，四个咧走摊，甲人盘话，都一定选得着的。非常选举，都要用非常的手段。除非你甲安晴同款，唔肯承认我身份。你的身份本来就有问题，好不好 ？Yuki， 在这个家，我是承认你的身份咯。啊，你愿意回来甲恁爸做算，我嘛真欢迎。不过你一回来就说你要做总干事，那你把我还有金花阿姨放在哪里？芙蜜，我会做这个决定绝对有我的理由，你就相信我这次哦。你有什么理由？那你说看看，若是合理，我就没话当说了。爸，你连一个正当的理由拢讲袂出嘴，哪会阁遐听伊啦？阁讲什么非常手段嘞？我看啊，伊一定是摕什么物件威胁你来话这个威对无？哎，彭丽红啊，哦，你是三分七魄拢留伫杨小云家是？咱的权利拢被红抢走，你唔尽全力维护，阁戆戆徛伫遐创啥啦？我先生准备别空啊，那是阁你阿爸无欢喜，到时爸。就无带量我家己的感情。我是感觉讲哦，爸已经做出决定啊，咱是不是应该尊重爸的决定啊？彭丽红啊，你真占着油啊呢！你无要争取是，我来争取。爸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有啥物脏头给伊脏着，才会给伊威胁啊？你是咧讲啥？爸会有啥物脏头啊？你安尼讲，袂使安尼怀疑爸的人品同款。我是咧怀疑你的人品啊。Yuki， 既然你讲你有非常手段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向大家讲好清楚，说服大家？就是啊，你讲看卖啊，你到底是有啥物才调比会过阮妈这鱼缸的妈祖婆？鱼缸妈祖婆哦，今嘛是无啥物稀罕啊，那阮妈是。Yuki 啊！你们安怎？
别跟我讲，你妈在生的时阵，安尼为非三族，啊，做鬼了，可以当法力无边，我们爸顺利当算了。你去找给我放下清气。我看你这需要去洗牙嘞，啊，嘴遐尼臭，跟伊个做鬼的妈妈同款啊，讲话无一句好听的。你真爱欠人家死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！这门啊，冤家相报，生什么体统？上天要安尼侮辱我嘛？我家事拄拄好尔。哦，卖过弯啊！安琪，你卖大概生气的时阵哦，就教话三弟乌白讲。爸爸平常时是安怎教你的哈？爸，你哪会敢那骂我骂伊啊？你即马对伊较偏心就对啊。好啊好啊，不然代志到这为止吼。恁敢知影即马有搁较重要代志爱做？即马有啥物代志是比选举搁较重要啊？你竟然为着友气要来甲你做选，你不惜一切伫咧伤害大家呢？我都讲啊，代志真正毋是三十元这戆人想会到的啦。好，无要紧，我直接讲互恁知。啊，大伯身躯边一只狗啦，要反背咱一帮，要甲咱倒加一嘴。即个庞张家良哦，去选什么总会会长啦？华国的，那有可能啊？那也无可能。阮大兄在世的时阵，伊已经给张家良买手去啊。若无阮大兄哦，嘛袂死到这么不明不白。所以啊，大伯过身了后，迄个华叔哦，就一直咧哭我。大伯在世之前，迄个势力。无着就是想要甲张家良捡起哩，予伊去代替大伯进前的地位啦。这哪会用的啦？爸，我甲你做伙去修理迄个背骨的啦。彭丽宏，你拢已经不干呢，搁想要修理人啊？你搁想要吃免钱饭是？对啦对啦，你妈讲啊对啦。你即马哦，无适合处理这个代志，爸会处理。是讲阿咪。你敢知影，今嘛火已经烧到咱后尾门啊！哦，咱家的人就卖孤单啊，好不？玉琪啊，你今嘛对我去找那陈中华。织田雪哦，你别再说了啦，你刚才没听到你爸说这样哦，你还在那里织田雪织田雪这样叫，你想看看，万一华哥如果是我向张家良那边，那样你爸的选举就危险了，这次哦，听你爸的啦。爸说我现在没事要再处理事情了，是不是因为我摆脚开始气嫌我？爹地，你真就适合做商总会长这个职位呢。阿华公真就厉害，真是皮家上智慧、上读开人。讲实在啦，表舅开始就有商业才能呢。只是过去开始行捷径，才会造成这么侪错误。卡输哦，你迄当阵若是照规矩来行，卖投机取巧，即马可能会得到更加大的成功。莫怪重发阿公常常会讲，慢慢来比较快。你的重发阿公以前一定不教过你，做事虽莫批评时大，想袂到你变是真话，你的查某孙以后连上基本的礼貌你都袂晓了。爱讲伊嘛是老实公主的心内话尔，家良啊。这是事实，那得跟人讲啊！啊，搁再讲哦，你即马身躯边有一个遮好的太太，咧甲你监督着的，啊，你妈搁有我甲小安咧甲你斗三工啊！你唔免搁用过去迄款手段啦，你会当光明正大的争取成功。爸，过去代志都莫搁讲啊，咱向前看，即马上重要的想办法动算。组织彭启明继续拓展伊的势力。啊，你过去的代志无想要讲是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偏偏啊选举吼，
伊见讲的拢讲过去啦，连你的祖公祖妈全部给乌出来啦。啊，爱将爱小可给伊点一下，伊就咧生气。啊，你是不要出来跟人算啦？阿静，我想阿妈意思哦，应该是讲，既然已经决定要选啦，就要考虑到对手会出什么奥博啊，要有心理准备啦。是啦，三姐哦，一直把过去代志拢压压出来，这是无多相骗的。哦，那安尼要安怎处理？要承认还是不承认啊？这吼免烦恼啦，啊，有缘人都徛咱这边啦，啊，搁过一阵嘛吼。方总裁等下徛台吼，阿公较早做歹代志吼，都会慢慢淡化。啊，即马对手吼，一定阿公阿做歹代志来攻击咱。想讲咱来对方容易吼，无可能啦。咱即马吼做代志要低调，到时阵吼大肆宣传，用最慈善的行为甲证件吼，慢慢来好这方勇看得到。哇、哦，你厉害呢，高呢吼，有也是选举的专家哦。啊嘛无，这家两个不哩斗三工哦，绝对选袂掉的啦。妈，你今日来哩讲这种话啊，是不是我接触公益集团以后，我做什么代志，有什么方式你无满意，你啷直接讲啊？阿妈，嗯，啊，你以前常常欧罗阿姐足优秀的啊。国公伊吼，只要发挥家己实力，以后办代、应试，甚至是织田集团，拢会跟阿叔徛同边啊。啊，那会今日听起来是对阿叔无啥满意啊？啊，那有啥物无满意的啦？我是要让伊知影讲吼，选举甲做生意这是两回事。啊，你会晓做生意，也无一定代表讲你会晓选举啦。这选举不是讲吼，像你伫个生理场上啦，啊，你有人脉啦，有钱就选会掉的呢。这台靠像中华这款啦，哎吼，选举的专家啦，啊，给你规套安尼样规划好势，唔才有赢面，是捌无？阿妈讲了无唔对啦，做生意甲选举哦，还是是两回事啊。所以华叔，这一层麻烦你啊。虽然我配合素材甲我讲，我绝对全力配合。不要客气啦，啊，咱这做好人哦，爱比做歹人搁较巧啦，啊，知影这歹人的心理啦。起先吼，就是想洁身自爱啦，啊，想讲这政治吼足垃圾的，才把这权利哦放予齐敏啦。我想着这齐敏哦，搁这平价哦，愈入愈歹。啊，那今日落啊，我得买入去只好卡啦。你彭齐先哪会当安尼哈？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啦吼，彭启明啊，虽然讲哦，伊较自私淡薄啊，但不上无伊毛保掉伊伫平价的地位啊。这地位啦、名声啦、财富啦，这种袂用总讲啊，做是爱牺牲淡薄啊，所以嘛袂用怪彭启明的啊。阿妈，你今日讲话足奇怪呢。是啊，阿妈。啊！你之前不是足讨厌彭启明，看伊足袂顺眼的，哪会听起来，敢那是咧侮辱伊啊？啊！就拄啊吼，林中华即讲讲的啦。你要甲人相争，嘛爱先了解对手的优点吗？啊！你看吼，这平价有即卖势力，就表示讲吼，彭启明上无这几十年来，伊无咧困呢，伊嘛有咧做代志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吼，你安尼哦，拢无咧看人优点，干人骂人吼，讲好听就叫做同仇敌忾，啊，若讲歹听哦，轻敌啦。阿嬷意思应该是，爱阮先了解敌人的定点，随时保持警戒。跳，无地飞，嗯。开门，阿妈，恁爹啊？好。小安，你除了会跳变身仙子以外，还会听爹给大家恁呢。较早，阮伫咧开讲看电视的时阵，阮阁嘛会主动听爹给大家恁，甚至嘛会进你桌顶。哦，我的关系物件较精致啊，先煞收收啊尔。
妈，阿公，您哪来？我来找陈东华呀。陈东华，陈东华，你这鬼鬼的，竟然敢反叛阮平家，在人平家条下卡，你到底想要创啥货啊？王建明、黄文雪，这是房价，不是公共场所的。你亲王大皇已经叫过分啊，搁指令忙就安尼骂人，你到底房价无人性？子婷，打电话报警，会不会故意擅闯民宅？唔免麻烦啦呐，那阮只是来找华叔的。华叔，歹势啊，给你借一下时间，跟阮出去外口讲一下话好不好？无需要。华叔现在住在家，伊无想要跟你去任何的所在。无唔对，不管你来创啥，这边是本家，要找人还是偷人，拢唔是恁亲门大号理由。唔要再跟我说啦，我这边就报警。免啦，阿妈，哦，我只讲白话，侬随袂记啊？哟，咱得爱充分了解对方是咧想啥。啊，人一来就要赶人走，啊，伊都敢来啊，上无听看伊要讲啥嘛？因鸡嘴变哪嘴啊？我哪有可能鸡嘴变哪嘴？顶多是只白骨的。用阮大兄的名声哦，四界骗食骗恁呐，学阮平家条啊卡去挺这个杂种啊，选商业总会会长哦。这是阮在食饭才咧讲的代志，你来马上就知我要竞选。刘家良，你也知影呢，阿两卡爸爸有胖，阮大兄甲平家一切交予我来花，你这杂种啊，凭什么替伊讲话啊？你妈在瞎瞎讲我什么杂种啊？阮家良是皮家的子孙，这点真久以前就已经知道。阮大兄若真正把伊当作后生，早就公开承认啊。上无，嘛要像尤其同款，认祖归宗。伊敢有？要认祖归宗也不简单。我拢替我前主干爹，去换伊认真落去嘛。但阮迄个可怜的大伯都已经过身遐尼久啊，啊是变啊鉴定，是变啊人，哎呦，关老爷哦，笑死人！要认做归宗，无一定爱阮爸在场啊。我叫赵明做赵头营啊，我通考较认真诶，甲效果做齐全。选上总会长诶时阵，我绝对公开认做归宗。选议员的时阵，我嘛会公开，搁认一遍。认做归宗这种戏，我能给演几遍。我保证，我尽我全力，博感情去演，让伊个选民看到老目屎，争取选票。安怎？不好哦，加我。嘿，赵阿良啊，你袂当这么卑鄙来消遣阮大兄呢？会紧张啊？我看你这马表情，我就知影这招对你有效，所以我一定要安尼做。妈，你讲对啊，多谢欢迎你来跟做伙开讲，马上伊都暴露弱点你袂当出这个后步，唔那是出这个后步，而且佫比比下，你有减袂见效。对啦，但是齐先无够比比啊，这目睭金金吼，看你遐乱来啦。要甲宽仁收当收袂转来，不过即马吼，阿坤要来完成齐仙的愿望，我绝对挺你个底。洪启明啊，你的名声这么臭，条家早就不爱听你啊。那不是华叔哦，把这个条家找转来，继续支持皮家，因哦就会支持皮家对手。啊，到时阵皮家若乌有去，你就变做皮家罪人哦。奇怪呢，你这少年人哪会这么高的啊？点点那无你的代志，张家良，人阮大伯是在生进前，因为可怜你变作是动物的，唔才对你较好嘞。谁知呀？你竟然顺势就交给华叔，啊要甲阮皮家归我旁去了。妈，你莫安尼讲表舅，表舅，我咧表心嘞，无你即摆想怎？
我向瓜小君那边也搁无够，今嘛就来恁孟章家两个大腿，你敢袂记啊？你的文贤爸爸，还有水华妈妈，啥那是？我，爱讲，你凭啥物来讲爱讲？爱讲在保护你呢。卡叔讲你以后有生了头好行，一定是爱讲护你的。你想要甲伊做护你哦？会用的啊！我嘛无希望爱讲甲你有任何交叉。好啦，莫安尼批评我讲嘛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气袂过。讲清楚啊！你即摆徛倒一边。我跟他人有戏无做，我无意见。啊，张家良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不管你唱几出，连做几组口条啊，你拢选袂掉。你若真正认为选袂掉，你就袂遐尼紧张走来乱啊。你会这么紧张哦？表示讲，阮的压力真大。陈中华，开始阮大兄的人，你嫌伊上大哦。你今嘛甲伊斗三工，抢阮平家的财产，你真正有够可恶哩！我足清楚我家己，我无做，你来个侮辱我，我问心无愧。好啦好啦，大家先莫这样激动嘛。无，阮大伯的代志先按下莫讲啦。不过华叔，你若真正问心无愧，唔得爱当爱甲阮斗三工才对，哪会斗赢在外人迄边？啊，卡叔公哦，你替阮好好啊算，那安尼，阮爸绝对袂去追究你的嫌疑。而且安尼哦，你对阮平家唔只较有交代啊。王文雪，我听你讲，我感觉真好笑呢。你声声句句讲华叔的嫌疑上大，也毋过讲只要伊甲你徛江边，甲恁斗三工，你就袂追究伊的嫌疑。安尼表示阮爸是安怎死的？你讲不要紧，恁干那要紧恁的利益。安尼算是为了利益，杀人的凶手应该真明显啦。请伊离开，咱个底下乱啦。没有，阮离开会用的啊。也唔过，恁嘛爱先放手，因为恁嘛是亲门大户，伫咧请阮平家的主管。彭文雪，你即马未免偌大只就对啊。大家拢知影，你失去你妈妈终于离地营以后，就规工在急空急工，就要搬回高志良，想尽办法阻止高志良甲郭小军受贿，即马失败啊，一切拢白了工啊！你失去高志良这个靠山啊，这个再去彭新民身边要摸伊的大腿，未输是要阴邪人，看到父母同款，是讲真足可笑的。你这个父母是朽木，你刚才会当甲伊做伙向下沉沦。我是皮家的子孙，皮家跟我斗三工，跟我甲斗小弟有啥物唔对？啊你嘞，有啥物出去笑啊？方文林，姐，你嘛是靠爸啊？啊那无，你哪有叫你做主管啊？麦搁底下孤笑比无话啊！你麦底下鸡腿比大腿。文林才做爸的事业，是把事业做搁较稳、搁较大，无参像你，世间人无，放过世有，你只是把平家母啊搁较臭。哎，华哥，伊安尼攻击阮平家的人，你遐计点点，当作把你当风，你安尼做吼，互平家哦造成足切心的啦，伊到底互你偌多好处，互你安尼做啊？你的所作所为吼，才有平家做成切心啦。阿妈，你不是最讨厌彭启明的？哪知道你今年做法，这个跳出来威吓阿叔啊？你哪都白讲话啊？啊，家良都做够真的啊，啊，有着心思属性，点点啊看得好啊嘛。啊，不过你之前看到彭启明，生于嘴皮呢，你搁讲看一届，拍一届。罗孝安，你给我警察要创啥啦？啊，我若无行动，一定会叫人怀疑的。啊，不过彭启明哦，这个好歹的，敢会害我叫人看出来啊？李馆长，
卡叔，你一定爱选。安尼，我会替你宣传你过去所做的歹代志。方文林，我替你暗看你违抗万代的代志，这我拢会压压出来，让恁全家伙的名声尽扫落地。你是讲煞未啦？如规半步，啊，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猜，啊，你即摆要来不准阮家两百号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有一个大姓大名的哦，啊，你若不甲伊动着胎气吼，我绝对会放你煞的。我跟你讲，啊，你讲讲，不管哪怎讲啦，还是齐县的人吼，我无可能甲斗三公啦。华叔。阮大伯明明是你害死的呢，你怎么阁想要江湖无天，乱害阮爸？凶手是谁吼？找到录音笔就知影。录音笔拢是你伫讲的，我根本就无看到什么录音笔。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为着要脱罪啊，才编这个故事。现场哦是找无录音笔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一定有人捡。那真正有人捡到，听到内面的声，一定会交予媒体，变作大新闻。那到大拢无消无息，我就无看到什么录音笔啊！我知影是你伫喊民讲硬拗。王启明，你想我祈祷，录音笔拢莫出现，因为只要一出现，莫讲选举，你绝对用掠去关，杀害至亲是重罪。你对你老阿来过你后半世啊！啊，若是我，我一定会选。我以上总会长做大家长，一步一步选起你。我会继续行政治路，我甲恁皮家的势力，鬼话拢捧走。安怎？会惊哦？会惊就对啊！我阁予你惊的代志，还阁真多。我保证，我要予你一世人无得翻身。我咧听你到吠火车咧，吠到足大声的哦！我无需要，我会等你看你下场。是到什么况下下场，还阁唔知。啊，若华叔涉嫌杀害阮大伯的官司，阮会继续上诉。互恁敢若应付官司，就应付袂离啊啦。啊，若想要拍乌贼战，好啊。咱再看卖，最后谁较乌啦？唔通袂记你甲方文林两个人，拢捌互我母甲做凄惨的。迄是以前，唔是即卖我。即卖，你当阁试看卖。即卖是阮爸的竞选总干事，阮爸仔囝联手，绝对会甲你这政治外行的拍甲做够的。你唔呾靠过政治，嘛唔知影选举是安怎运作。你现在要做彭启明竞选总干事，哇！这是阮大家听过上好的消息呢。李红心，阮绝对保掉你这个位置，让你好好做你的总干事。那恁阮家人都会算满赢呢。是啊，有猪队友斗三工，等于是帮阮做算呢。就算阮有气，无捌过政治，啊，不过伊辛苦我会袂。一定是政治天分，您就等你看，绝对予您料想袂到。照你的想法来讲，我第一是刘玉玲的后生，阁是平家的大孙，你就阁较有政治的天分。无人爱讲，你是要想啊？你拢无听，大家咧甲我欺负？我无想要介哩，拜托你，你莫逼我变作酒吧心好无？我啥拢无想要斗三工，所以你怕什么？做你的墙头草两边挡？我即马除了安尼，敢有其他的方法？妈，你明明就足清楚的，惠民基金会理事长的位置根本就无属于你的，都因为淑君阿姨要选，所以你就硬要甲伊抢，结果你输甲遮尔啊惨。啊，即马咧？你硬要做阿公竞选总干事，敢毋就是因为家良阿舅要来选，所以你超过伊在针对伊的嘛？对，我就是超过要针对伊。
因为我无要让因有好日子通过。啊，不过即马无好日子通过的人是你。因大家大工拢足温暖、足快乐的，啊你嘞？你敢有快乐？你心内底敢有平静？你若是啥物拢卖钱，啥物拢卖脑，放下心内底怨恨，你嘛会有好日子通过啊？你是安怎特别安尼聊落去？我你即马想怎？哦，因做圣人，我较足欢喜的。你竟然当遐尼济人的面，安尼把你家己的亲生妈妈洗面，无你心内还阁有亲妈妈无啊？是你先自取其辱的，我是要安怎甲你斗相共？还是总讲一句啦，我无希望恁阁吵落去啊！妈，拜托你家己看较开的好不好？好啦，爱讲，莫讲遐尼济啦，你讲遐尼济，你妈妈听不入去啊。是讲彭文雪，你嘛较拜托的，莫规工呢对爱讲亲情绑架，爱伊徛你迄边好不好？虽然讲爱讲是你生。啊！不过伊自生到大汉，就我小弟文成阿母才阮大汉的，才会甲伊教育到遐尔好。伊为何绑架，这是理所当然啊！我无饲着伊，也毋是我条件嘛。侬爱管恁妈庄月里，还大家遐尔痛苦，是伊改变爱情命运。即马爱情拢知影悔改啊！对这种妈妈，煞愈来愈离谱。你真正足不如你的查某囝呢？卖完对那边去啦！啊，就选去尔，大家安尼弯来弯去，无任何一边要退让是有路用呢啦。你嘛卖想弯啦，到时阵哦会变咱哪个无人知的啦。是吼，凭家己的本事较要紧啦。无唔对，到时阵会变作安那，还阁无人知嘞。张家良。你捌讲过，你是天煞孤星，去挖到什么人、什么人就衰啦。今嘛，咱的文林姐，还阁平安好好徛伫遮嘞。不过以后安怎，谁知嘞？阿哥啊，你的宝贝查某囝，家伫伊巴肚内底迄个你未来宝贝金孙嘞，慈天嘞，阿姨哦。歹听话先甲你打进前啦，你也是离恁爹爹较远嘞，啊，若无万一你一体若去老去，哎呦，爱规个体质了呢，万一若变作是惯性流产，啊，毋着足可怜嘞。妈，你又干咩折腾我的囡仔？你家就找我的事，我绝对袂帮你算。妈来啊，惊你哦，我你只当作我做狗的。彭雪。你不但是抓狗的，而且你还是金抓狗的。你敢卡到我呢？你试看卖，我绝对让你消消火。哈！我来个查。听这样无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唔爱叫是恁人做哦。我跟恁讲啦，阮爸仔囝嘛唔是好欺负的哦。对啊，阿相哥恁家己走来遮黄世明，应该伺候啦。文雪，你竟然认识个有心的人，你也手残，你真正为了选举不择手段，一点仔人性拢无。你不愧是曾华丽的查某囝，有这种变态的妈妈，都有你这种变态的查某囝。张家良啊，你莫一直讲哦，阮又去手残恁查某囝，恁嘛同款，恁骂因老母曾华丽。恁拢无伫尊重过身的人，恁嘛同款哦，卑鄙！李阳红，你听到恁囝安尼批评曾华丽，唔知你有啥物感想无？彭启明，拢啥物时阵啊？你拍这句给我搞？嘉良讲了真对，骂了真好啊！曾华丽哦，本来就是一个真妖秀的人，开车的妈拄好尔啦。是讲，恁要走无啊？无，阮报警啊！嘉恩，打电话报警，除了通知你的媒体朋友过来看，互伊看卖，彭启明还佮彭文雪来咱到前门大号顶乱，互伊连选举拢要选。你叫是干哪？你是啥媒体哦？
阮嘛熟悉啊。好啦，大家哦，以后相拄会着啦。尤其咱来等，咱等去跋杯问恁老母曾月丽，看伊有啥物指点无？嗯，行。这个曾月丽阁足巧的，今日予小安看破脚手，竟然跑到这来。是讲这个查某人唔呐干巧，身高阁足强的，这个时间找我来这，唔知要创啥。啊，万一想要对我安怎，我是要安怎应付才好啊？你免送我入去啦，太晚啦，你先回去休息。你来啊！夏娃，曾月丽，这么晚你带我来这做啥？哦，你慢慢安尼，啊，看到我秘书敢若看到台戏恁老母的冤仇人的嘞。你真正把张艳芳当作你的亲生妈妈？吼吼，伊根本都不把你当作人来看待呢。伊无，敢讲你都有？搁再安怎讲，嘛是因为夫人才有我的存在。不过你都这么凶，都安尼把伊的救命针毁掉，伊已经无剩偌济时间啊！你是安怎都这么残忍，唔肯放伊煞？那不是我，你今麦敢有法度徛伫个遮？就算是安尼，你也无应该做到这么绝。哼，伊根本就不把伊当作人来看待呢，啊，你搁对伊这有情有义哦，真正唔知是要讲你善良哦，还是讲到袂变张啦？你带我来这，应该是要跟我讲这有诶无诶咯？有啥物代志麻烦你紧讲，我要搁赶紧去告假。你真正把你家己当作江秀勇呢啦？吼吼，嘛对啦，迄江秀仁是一个美控呢。啊，若生活无看到因小妹哦，绝对去报警的啦。我无想要搁听你讲这有诶无诶，我要回去啊。哦，看起来你伫个国家待了真舒适嘛吼。你爱怎样呢？唉，你伫个国家吼，因会对你真好。那是因为哦，因把你当作江秀玉啦。啊，假使讲嘛，让因知影讲，你不是真正的江秀玉，你想伊敢会对你才好？曾月丽，你到底是想要从啥？来，坐啦，坐较好讲话。坐啦，我也袂跟你教啦。不管哦，你是有情愿还是无情愿呐，咱今麦是坐伫个同一只船的啦。啊，所以哦，你若阁继续吼，拢安尼情绪足歹的，你早晚去用看破脚手啦。这免你操烦，大家拢认为我去甲伊就张家良，今麦张家良等于范武林辛苦边，我这种情绪嘛是自然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就要继续做你的失恋小怨妇的对啊啦吼。你爱知影，当初甲你制作出来的目的哦，就是要甲张家良心聊掉。啊，你得继续啊，甲张家良扭过来你的身躯边。所以这就是你另外存在的价值。啊无嘞，啊无，那不是安尼，你阁有啥物存在意义啊？夫人上起码阁给我两条路通选。你即摆说爱逼我去甲方文玲求张家良？你这个人哪真正这么自私跟恶毒啊！我敢有逼你哈？我只不过是提醒你，你从制作出来的用意是啥物？啊，无嘞？你俩准讲牛进川给你斗三工是为着啥？
嘛是看到这点吗？啊，无你想讲去有告波去的心，会家己走转来哦。所以恁两个人即摆是拍算要联合逼我安尼做得着啊？哎，什么逼你啦？我这人甲张艳红无同哦。哎，张艳红吼是家己当作机器在看待呢。啊，我是家己当作是一个有血有目屎的人呢。那呢，就请你尊重我的意愿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甲目标。哎，无安尼啦，简单来讲啦吼。卡叔公，你哪会当把张家良的心撩掉？啊，而且吼，佮家身躯边遐的人吼，拢靠未来我这边吼，啊，等成功了后，绝对有你的好处啦。你真正把我当作是三岁囡仔？你了准我会相信你？我跟你讲，我甲张艳红无共，我也袂甲你利用刷，就甲你送去安乐死啦。你看张家良哦，这人表面上看起来真欧巴，啊，不过哦，只要是要紧的人哦，伊就规样软落去啊啦。所以哦，你得利用伊对你的亏欠，甲掌握掉的，啊，甲伊甲方文林哦拉好线。我看你根本就无听我在讲话。我经过这么多痛苦，我这么无简单才得到我想要爱的自由。卡叔公，你也是继续要逼我去抢张家良，那安尼我就把你真正的身份讲出来。你这个死杂鬼啊，竟然这么歹剃头！我看哦，我要另外想办法啦。哎呦！啊！我是咧甲伊参详尔，你气噗噗是咧气啥啦？勿紧勿紧，啊，无你等伊吼，好好想看卖，冷静想看卖，啊，等你想通了吼，再来找我，哈。我已经想通啊，我即摆都会当甲你讲，我想要为我家己活。你甲梁静川上好卖来了啊，安尼大家自然相安无代志。这颗牛进川哦，真正专门咧饲鸟、饲狗布袋啦。老家这个白骨的复制人，是要带伊翻头来搞创工的哟啦。柯医生，麻烦你开一点仔止痛药啊，给我。爱换是钱拢无要紧，那无我真正就歹困的。我嘛真同情你，小先生，这不是开钱的问题。止痛不是治本的方法，这工作会让你越来越依靠药物。我搞了想要办袂听就好。那医生啊，敢会当斗三工节啦？小先生的状况哦，真正应该赶紧去大病院做彻底的检查。无听到病发的状况，会当找到方法通改善，这才是治本的解决之道。你万免受这种痛苦。医生，你讲无当真，不过我有我的理由甲考证。我唔能够检查，只要会当让我好好休困的话，你唔免烦恼无门路啦。其实我有一个学长伫惠民医院，你若是愿意，我会使将你转进过去。我卖私底下甲讲一声，一定会好好。医生啊，我知影你是好意啦，啊，不过若讲到惠民医院哦，阮可能比你搁较熟呢。是讲，阮会选择来这，啊，都真正是有苦衷嘛。你都莫阁讲安尼，知影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开一挂药效较强的止痛药啊，好做人拢暂时度过这几天了，好无啦？哥，莫安尼啦，医生嘛是好意啊。啊，哎呦，我嘛是为着你着急啊。身为医生哦，我必须爱给病人上好的建议。但是如果你若是坚持安尼，我嘛无法度勉强。我暂时先开止痛药给你，你若是有啥物状况还是需要，再阁过来。多谢医生。你先去遐等叫号码，啊，到时阵再甲健保卡寄到内底，给你输。多谢你。谢你啦。你是无别个代志通好做啊，是嘛？你规天把我对调调，我刚要烦死啊！你先去遐坐啦。啊！你今麦这个状况哦，我若是无甲你顾调调，我会袂放心啦。啊！而且
我已经离你足远个啊！啊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我才袂出现来惹你生气。歹势啊，你莫生气啊！来啦，这是温水啦，你加减点一挂，安尼可能会较爽快啦吼。是讲奇怪，啊，你的镜头哪会发到比正英更加严重啊？啊，伊进前明明就去互注射毒针，过一段时间才发病，啊，你才过无几工尔，你就这么严重，而且气色搁这么歹哦。伊刚好是摕到针就乌白乱注。无得靠我做的药啊，是真样几啊倍？加油吼，若是搁袂出现，我真有可能会比伊搁较早就去见阎王啊！你莫讲这种话哦，你若是真正有啥物事较差，我嘛去找阎王讨人啊！我讲算笑的啦，刚才讲你也毋是先歹人诶，伊绝对会食饱伊，安尼伊是要安怎去找阎王讨人啊？那安尼我等于。找牛津川算数，不管你是要去找谁算数，拢免替我烦恼。毕竟我是摕家己的性命去试毒，都是为着要逼阮爸赶紧把药仔做出来。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紧落去。你就是讲啦，为着一个无爱你的查甫人遐尼啊用心，而且佫摕性命去拼，我甲你讲啦，小正也袂感谢你啦。就算讲伊最后会使活落来。你嘛是分着你的福气，你嘛知影恁爸绝对袂拖拖刷刷，因为伊无愿意看到小正义好好活落。我那只细，今日到底拢无得像漂亮平轩的搭地。迄无一定哦，这嘛有可能是一个转机啦。啊，你看，刘大力又搁转去梁平轩的身躯边哦，做护花使者。反正即个就是你甲梁平轩这个线牵哦，切合你的好机会哦。虽然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过刘大力煞是家己欢喜甘愿留伫一尾毒蛇的身躯边，嘛是家己做得来。无啊，恁两个啊，你要搁搞我口水哦，拢袂要紧啦。啊，不过面对品轩，恁敢会使嘛安尼啊？尤其是你啊，萧正彦。你都不知道品轩为着你，你是牺牲偌济，你真正不知道好歹。对啊，在你的目睭内底，梁品轩是一个真完美的查甫人，伊是牺牲真多，牺牲伊的青春，黏在我身躯边，把伊的爱拢给我。不过这感情我袂爱，是伊个要给我的。若是有人要甲笨手硬要给你，你敢会接受？你竟然讲梁品轩是笨手，你这是你讲的，我无讲。你若是这么爱伊笨手，你就提起，我一点仔拢袂唔甘。而且你以后会安怎，我嘛看好。来，李生，就等落嘛，你找我，莫找正英。对啦。就是有恁这种人啦，拢当作家己上可怜啦，家己是受害者啦，从来拢唔捌检讨家己，搁有面讲这种话哦、喔。对啊，我就是上可怜的人，只要是对不起我的，拢是不应该。萧正彦，你真正身在福中，唔知影福的。我把你娘家，这敢叫做孝吗？我跟你讲。这叫做罪家，我心不如心。你搁有迄个命，为何伊要毒蛇？真正是爱着较惨死。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，萧正彦，你敢知影品轩以为着你？好啦，刘大力，你若是讲安尼，以后就莫过来找我。无啦，我只是莫让伊安尼对你误解，好无？哥，咱今仔日过，若是搁甲杨品轩踮伫同一个空间，我也想袂通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刚刚这个空气哦，比迄个雾霾搁较恐怖啦，迄五脏六腑拢去互人污染啊咧。我即马先离开啦，咱兄弟来外口呼吸一挂新鲜空气，反正你外头的脚拢会好起来哈。
话讲歹听话啦，我著讲嘛。我为着一个无爱你的查甫人，你真正无必要流目屎啦。是的啦，我想向查姐来把你的各位讲出来啊。我真正不是条讲的，你莫生气，莫哭啦。我知影是咧为何啊？应该讲，这个人是我，我竟然把你牵拖入来。等下，我是听对唔对啊？你咧跟我回什个？欸，不要紧啦，迄小郑哦，讲会对啦，我就是爱着较惨死啦。为着你哦，我做啥物代志，我拢欢喜甘愿，我绝对听你的啦。你敢有时间？我有代志要找你。张仁心要找我？啊，伊跟我之间是有啥物代志通我讲啊？嘿，真正有够奇怪。我就来去看看，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哎，幼青姐催我，啊，唔知有啥物代志，啊，不过等一下轮到我，敢会当麻烦你代替我去领药啊？啊，看完我再跟你联络。无问题啊，啊，不过你的身体敢有要紧？我身体好真济啊，唔免你操啊，真麻烦你啊。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你顾着着。就算讲你无介意我，我嘛欢喜甘愿，因为这就是我的真心。妈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是阮爸甲你害死的，啊，不过伊搁再安怎歹，嘛是阮爸爸。我知影，我唔是一个好媳妇，啊，不过我是真正爱郑燕，我嘛一定会把郑燕救回来。马车妈，你在天之灵一定爱保庇郑燕平安无代志。家姐啊，我有怕明凤妈妈上爱你的养生茶，你嘛做会啉？唔免遐尔麻烦，我甲你的关系也毋是好甲，会当做伙坐落来啉茶。你有啥物代志，就赶紧讲讲诶。我的要来家，就表示我的心意。我无想要伫个妈面前真甲你冤家。唔免讲啊，遐尔好听。我听讲你甲戴门要订婚啊，安尼你阁好意思走来阮大家家？无你是希望伊伫天顶嘛会当谅解你，是毋？我是毋知阮大家会安怎回答啦。不过我当甲你讲，我是无可能接受你做我阿嫂。奇怪，我也毋是甲你求正宴啊，你是安怎对我遮尔生气啊？照你讲。我若是甲爹们订婚离开台湾，上欢喜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。就算讲你离开台湾，你嘛也算是我的亲戚。我就是无希望你甲阮娘家有任何的关联，安尼敢袂用的。好啊，莫阁啰嗦啊！你约我来到底有啥物代志，你就赶紧讲讲的。讲实在啦，我甲阮甲阮大家抬杠，我甲你也无啥物话通好讲啊。想袂到你对阮妈真正是有心。那安尼续下来，我要讲的话嘛较好讲啊。你放心，我毋是真正要甲戴门结婚，我是为着要完成郑燕的心愿，我无想要再让伊为着我烦恼啊。你讲啥？啥物叫做完成郑燕的心愿？因为郑燕和恁爸设计。住渐冻人的豆浆，伊最近已经愈来愈严重啊！你敢知影这个代志？想袂到张仁心竟然知影，
你敢会记得之前登门为着想要发表会办游艇趴的代志？迄个咱意外落海，正因是安怎会救会晓受罪的我，就是因为伊知影梁静川叫秦博士替我做导监，所以才会拼性命过来救我，替我挡迄针。你哪有可能嘛知影这个代志？什么叫做我嘛知影？刚刚你早就知影郑宏做导监的代志，是恁爸甲你讲的。就算讲是阮爸甲我讲的，迄又该安怎？迄当阵郑燕甲用要引起我放雷唔管，都敢若想要去救你，所以当我察觉以后，我是伤心甲用要活袂落去啊。阮爸为着要安慰我，所以才会对我讲出实话。而且我是郑燕母的，伊身体有啥物病痛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影？你哪还阁有面讲遮呀？既然你早就知影，是安怎才了无要无紧？渐冻症不是小病呢，你不是就爱郑燕呢？这是恁爸制造的病毒，郑燕性命真有可能安尼就无去啊！你竟然一点都无关心。就算伊是利用你来报复恁爸，迄嘛是因为恁爸家己做了许多超过啊，逼到郑燕走投无路，伊才会做出这种选择。杨品轩，你哪有法度目睭紧紧，看你上爱郑燕一步一步走向死亡？别讲到遐尼暗声，无你到底是希望我哪对待郑燕？我希望伊会当爱我，伊就是唔肯。就算我付出一切，伊嘛袂感谢我。安怎？你张仁宪的性命才是性命，你的感觉才是感觉。我都袂当有我家己的心情，都袂当有我家己的委屈啊！当初是你讲实在啦。有啥物不得已，迄拢是借口，拢是伊家己选择的。到底有啥物好怨叹？我看伊安尼一步一步，你死亡愈来愈近，身体阁好病痛折磨，我都感受到报复的快感。你哪会这么变态啊？爱袂着伊，就要甲伊毁掉？真正可恶的人是恁爸，不是郑燕。你莫伫遐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啊！你到底有啥物资格伫遮假笑啊？你明明就知影郑燕犹阁爱。伊是为着要利用我才跟我结婚，结果嘞，你是做出啥物选择？你利用迄个公公爱你的 Damon， 你去跟伊结婚，去报复阮爸，你根本就是食 Damon 狗狗，而且你嘛无顾虑到郑燕的心情啊！只要逼阮爸把解药做出来，郑燕赶快会当活好好啊！你讲啥？郑东正有解药？这种病不是无药医啊！你的人好亲像是受害的 K 查某囝张仁心，伊走来遮创啥？成功啊！我成功用阿叔解药，爱用你的性命保我这款血亲。我根本不是啥物江秀瑶，我是夏娃，因为我是江秀瑶的复制人。连你都知伊是复制人，哎，表示我妈一定知影。妈，这到底啥物情形啊？医生啊，是要家己提出来，还是要阮同事甲你抢？你妈别来了！张仁心真正来找爸偷解药啊！你奈个去制造什么复制人啊？这竟然是一个骗局！妈，可是人没人性啊，知影这件代志的真相，你敢知影我艰苦？同事，快快，那无直接把解药毁掉！你奈人性手脚较坏，人性狼嘞？你对人性创啥？为着这本事，家己活了咧成啦。你若想要救伊，你就较早来；你若想我来，我是无法度甲你保证出什么代志。死人狗，你干！我不准你开去。这本事你该上缴，我若连店的代志都一边处理，我叫你信任你，你敢来跟人身攻击我的秘密？你是卖追究啊？你先听我看卖，这地址几多？这不是我爸之前收当初提拔的。不管是什么危险所在，我都会甲伊救回来。你看，店门只大起来啊，还自找死路啊！敢敢讲，你疼我心内的风霜，予我一夜
就来离开我的梦中，孤单徛在等你的路上，爱你爱到这呢苦，红烛用泪点袂到。有时空明照钱无共中，为要了断求甜苦，今日你借故事甲我道，分手作路。无情的话像雨一直落，十万心酸吞袂落，我受操人万千伤，点点感悟，一滴目屎一脚步，你帮我为情跋倒，我请你请你好好珍惜。